在品尝，在你的路边小狗互相追逐，我骑着破车走在六安逛着的建国路，平常没差但现在看不顺眼的新倒数，或许我就是你口中发情的绘图。一个人起来吃不下早餐，真的忍不住吐出来，其实也不期待，却还被你责怪，忘记了衣服怎么穿，快乐到底去哪里买，到你爱的古着店看情绪，却在门口打转，怎么会这么难。你喜欢自由，不会去管你太多，就算你说伤还要脱，可能你觉得我很烦扰，你很不好受，随便你怎么想，但这些我还是要说，甚至看都不看我还是会有点难受，有些情会寂寞，渐行渐远的你和我。请支持智能障碍的孩子们有持续工作的机会，点击短视频头像进去连结，用你温暖的双手转发，让我们一起共同响应这场慈善公益活动，感恩。怕太虚的神经割掉。